因为我之前讲过了，所以我直接跳到比较后面的，确保直接跳到副座室。但现在那时候分类的是这个小小的这个时刻表，然后现在讲的是这个路线，这班都是八号了。那什么，在场的有三个都是搭这班车通行的，那两个啊，然后这班车仔细看的话，这个字有点扁嘛，从这里开始一直弯弯曲曲，还是弯弯曲曲的，就是乱七八糟的啦，就是我要把它变一条直线。把它变成一条直线，为什么要把它变直线呢？越弯曲曲的很麻烦。那个什么，玩过 Scratch 都知道，它的画面相当的小，那个什么只有360，只有360个单位乘180个单位，所以就是说那个你要把它变成直线，变成直线的话可以有效缩小体积，而且也可以，那个也比较清楚的表达。然后呢？但不是走是八号而已啊，就是从一号到291号都要经过这个步骤，然后把它全部连起来，就会变成一个地图哦。这让我想起来国一上的时候，就被人家问说那公车地图公车几号。好，下一个步骤。好像拼错了啦，然后我喊补的时候，我喊补的时候好像也拼错了，我没查。我喊补的时候连念都不会念。好，步骤我就写程式啊，用 Scratch 写程式。我刚刚有讲过，就是说把地图变一条直线嘛，就是先把那个地图直线画在那个步骤四的那个，就是把步骤四的那个直线画在那个什么 Scratch 上面。我先示范一下好了，那个上页，像这28号嘛，这里写东海别墅，虽然说现在已经顶了，那我就写顶顶了。然后这里写四张阿姨图书馆，然后假设这两个之间什么都没有，只剩下一站，我要看哪个比较好写，好写味道好了。然后这里假设走一站哈，那就把这个弯弯曲曲的变直线会变成这样，一条直线，好像有点歪了，没关系。然后最上面的话就起始站的话就平顶嘛，然后写平，然后尾端的话就写那个它的终点站，就是四张离图书馆嘛，而且算就好了，现在是多少？我说过假设中间只有一个站嘛，所以讲这就在中间写味道，好，可能要偏上面，可能要偏下面写味道，然后其他站也一样，现在我把它变回来，讲就是还是这么多。就把其他的直线，就把其他的站也标上去，就只是把它给拉成直线而已。好，步骤五。好，那我继续讲步骤五的第二个小题，就是说依每班公司的发车条件写程式。我们先那个回顾一下，我还补的时候说过，那公车的发车时刻可以分成三种嘛，一种就是时刻表，一种就是发车班距。一种就是例外，然后呢，我就照按照这些程序呢，把用 Scratch 把它写上去，然后最后呢，还是一样，因为呢，一次只能写一班公司，还是要把它全部连起来。好，下一页，完成后就是一个简易的公车查询系统，比这个还要简单很多啊。不过跟这是同类型的东西，你会看到一个直线，然后呢，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省道的标志，这个是那个公车站牌，这一班就是有46条线，就是会有46个标志。然后呢，好，然后这是，然后会看到公车在上面跑，然后就是这样。
不过这个比较，这个比较特别啊，这是地皮房的话，他们给的低了，然后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做到这样，然后完成后就会变成跟这个蛮类似，不过同类型的东西。下一页。所以说，你说地皮房的那个都是。啊，哦，有点简易方便满足基本需求。好，下一页下一页。在干嘛？喂，不过既然是简易方便，这有个缺点，这不准确，还有不够精密。下一页。都一样吗？那个丢。哦，看不到。未来愿景。扎一下。未来希望能由线进化点，就是说我刚刚是以一条公正路线来讲。我现在刚刚是以这个来当单位嘛，但以后我会用这上面其中一个车站来当单位，就是说你只要输入两个车站，假设你只要输入 A 跟 A 到 B， 你只要输入 A 到 B， 你只要输入 A 到 B， 然后你就可以，然后假设有很多条线，假设有很多条公车路线，然后它自动帮你选。他还知道发现协调最近的，看得出来这有很多导线吧？但只要看得出来最近也长这样，但或许不是最快，但重点是或许不是最快的，因为公车没有。好恶心，我故意闪躲他。好，我要放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